下你们的身份证。身份证。我在这个地方是非常有名的大明星网红。莫格丽。不就是个小乐鱼人吗？这可以当一个宣传点。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让他从一个森林小子变成一个高端绅士啊？现在你们是情侣，就要在公众面前营造出情侣最基本的感觉。刘希，你知道情侣最应该做什么吗？到位吗？够不够深情？够你个头深情！今天不给他教会，谁都别想回家，知道吗？十环，学习能力跟狼一样啊，不错。你不想奖励我一下吗？你想要什么？你想不想抓兔子？打猎，够刺激。今天是你在这里最后一天了，你就记住了，不要告别。林夕，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。我很庆幸我在这个年纪遇见了他，还不会因为不懂事而错过。把你心里想完成的愿望、实现的梦想，全在心里默默地许下来。我想做一些对环境有帮助的事情。